你是魔教中人，对，我是。你来太乙山目的何在？找人。谁？月灵宫右护法日轩。是你闯入的月亮花结界？是。你要偷走月亮花籽？与你无关。 今日我命不该绝，青天，青天。 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宜其世家。表妹，今天娄轩来退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对不起，是我太着急了。 你是要睡了吗？身子好些了吗？好了，没事了。就是醒来不见了你，你是又去见娄公子了吗？你来找我，就是来问这件事吗？ 好好的，娄轩为什么要退婚呢？想必他有他自己的原因。既然要退，那就退了吧。表妹，我不想你有半点委屈，半点不开心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开不开心与他无关。为什么突然这样？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表妹，你想让表哥怎么做，我一定办到。 表哥，娄公子推了我的亲事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昨天你在这里说的话，都还记得吗？昨天我烧得头昏脑胀，如果说了什么让你生气的话，表妹，你一定要原谅我，千万别因为昨天的事情影响了你。 楼家堡的娄轩居然自己主动提出退婚。 你怎么不高兴吗？我没有不高兴啊。我怎么感觉你好像一早就知道似的？
我知道他不喜欢我。啊？不是，你们把我搞糊涂了。你知道他不喜欢你，他向你提亲，你却答应了。现在他来退婚，你又没有反应。难道你们一早就认识？我怎么有种被你们欺骗的感觉啊？冉冉，舅舅舅母执意要你成亲，你什么打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要怎么对秦朗？我想跟他说清楚。表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乖，表姐出去一下。啊！老公子。表小姐。老公子，你先听我说。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红颜毒，并非实质性的毒，而是一种诅咒。这本书上，并未提及西域咒术的起源，但咒术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。血之咒和符之咒。血之咒以毒为媒介，血脉相传；符之咒以草木为媒介，由医者继承。也就是说，符之咒是医术。赤水红颜，想必应该是血之咒吧。西域魔教月灵宫的赤水红颜代代相传，以血脉来传承，但无人知晓第一代赤水红颜是怎样制造了红颜毒，并把它融入血脉的。中此毒之人究竟会有何反应？渴望鲜血，也就是吸食人血。那冉冉，书中的确还提到了传承。代代赤水红颜都是依靠血脉来传承的，以保证咒术不死，而中了红颜之毒的人便是最好的媒介。传承完毕，此人便被诅咒终生，再无可解。我也不知道，这也是我迫切希望表小姐去寻找的。娄公子，久伴灵芝并不能解红颜之毒，只能缓解。我知道，表小姐，现在我们的情况刻不容缓，我马上去寻找久伴灵芝的下落，而你寻找解开诅咒的方法。是的。等一下，表小姐，这件事情切记不要再让第三个人知道了。表哥，什么事？出去了，去哪儿了？娄家堡。你又去见娄公子了？嗯。你还是和他？这件事情，切记不要再让第三个人知道。表妹，我真是不懂，昨日你我明明已经……娄公子早已心有所属，我和他从未产生过感情。他既已心属他人，为何又大张旗鼓地与你缔结婚约，而后取消这门亲事？我和娄公子的婚约已经取消了，我和他已再无瓜葛。表妹，你和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亲密无间。我原本以为，你我之间不需要言语便可以做到心意相通。最近我发现，可能是我错了。你有不明之处，问我便是。表哥，
为何你从来不进我房间等我？女子的房间，男子岂可随意进出？可是冉冉的房间，你却随意进出。那是我妹妹。我是你表妹。你不一样。我怎么不一样了？表哥，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，我先回房了。表妹。表哥，你我即便不是心心相印，也算是两小无猜。经历过昨夜，我以为你会迈出最后一步，可结果却还是一样。表妹，你放开我！你让我一介女子苦苦等候你的诺言，却等到毫无结果。你若无意，就不要与我故作亲密。表妹，不是的，我不是那样想的，不是的。你放开我！表妹，我对你。我对你绝不是故作亲密，而是我从不敢对你有任何非分之想。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对我而言是高贵不可侵犯之人。你的一颦一笑虽然让我魂牵梦绕，可我从不敢奢望你我共同的未来。一方面我希望你幸福，可另一方面我不想把你让给任何人。表妹，我对你的情意日月可见，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我只问你一遍，你对我是否也是如此？走。三哥，表姐，把兄弟们都叫过来，走。志哥，你吃。这三哥就是看三哥表现吧。爹娘，孩有一事禀告。泽儿，有话便讲。孩儿恳请爹娘将表妹许配给我，请爹娘成全。把头抬起来。一片枫叶堪称礼物。天儿，春去秋来，你怎么想？望穿归途，还望舅舅舅母成全。只愿红颜将军不将心如。夏三哥，恭喜你啊，兄弟。等来等去，起来吧。快点啊。小二，你看到青天了没有？他昨晚已经走了。什么意思？是你把他赶走的？他进过我的月亮画阵。他只是误入了你的阵里而已。再说了，今天他为什么要偷你的月亮花种？因为他是魔教众人。你胡说！他自己亲口承认的。小二，哎，五哥，你来啦。想什么呢？最近看你心神不宁，想你的心上人了。心上人，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谁。想不到就不要想了，一切顺其自然就好了啊。妹妹，年轻人就应该多出去走走，跟你的朋友去玩一玩。你跟秦朗的婚事，五哥已经替你想好办法了。能有什么办法呀？
暂时保密。姑姑，这牧尘他，这旧疾新伤一起复发，该如何是好？姚斌，你去照顾师弟们，这里有我。好。算是达成了你的计谋。我还要在这里待多久才能拿到我想要的东西？我师父是绝顶高手，这世上恐怕无人是他的对手。九瓣灵芝亦是他的宝物，以你现在的功力打败他，无疑是以卵击石，还不如先保住性命取悦他，待时机成熟再取他性命也不迟。你既救了我，
又助我潜入月灵宫，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与你有什么好处？也罢，日后我会为你做三件事情，来报答今日之恩。要求你可以随便提，只要我能做到。真的？其实，只要想到现在在月灵宫，你我是站在一边的，我就已经很开心、很满足了。我终于有朋友了。你能告诉我，你用九瓣灵芝做什么吗？救人。家人。爱人。少年若清醒。